尝一下啊！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 到里面看看，一袋一袋的，十多块钱一袋，到里面看有没有送？一袋多少？好，一百十一。啊，你到里面看看没关系，了解一下有没有？新源机二六，来，我这里出来尝一尝啊，免费品尝啊，先尝一尝。
Thank you.
连斤八两的鱼，买的啥鱼呢？鲜鱼啊，鲜鱼刺条。两斤多鱼，十个人应该是捞松了。三斤八两。我晓得，人家不是天钓鱼，钓三斤多种的鱼，钓弄了都烧了都吃了。哎，那还有游客的什么？我给你买一二两。 跳跳的，你坐着，你坐着。唐先生，唐先生，刚炒出来的肉饼啊，吃的没？
这个是你们自己这边做的那个？对，这个都是做的，我刚买的。两个一装，两个一装嘛。这两块。两块。哎，要不你给我分开做呗，你再吃。那个不是做，我要的，这跟我们等会儿。18。我要不就是要18，18。你撒什么面点？
Thank you.
那个托儿很可怜，哪里啊？我死的呀，死的呀。